叶冲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死了，香岛那边就知道你还活着。我劝你，把我给放开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人呢？都到了。什么意思？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野冲，野冲，你把我给放开！野冲，放开我！啊！ 这么想啊？清泉找不到宫本的尸体，我找你算账。这是在现场找到的，现场只有这个人尸体和其他人的尸体相隔甚远。尸体有没有带回来检验？没有完整的尸体，只运回来一部分，已经送往了法医处，可能无法进行鉴别。 传来距离香安海域最近的公海上等待销毁。太好了，野冲什么时候回来？应该快了。好，阁下。 时间已经过去6个小时了，为什么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我们必须要确认，毒气是按原计划被释放在这儿。是，我再去确认。 石大哥，叶少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现在应该管我叫同志了吧？同志。 这里绝对安全吗？这里现在暂时安全，但是等清泉发现船运公司的船被炸毁以后，咱们就等于全都暴露了。清泉也一直跟我们演戏呢，我们也没什么可隐藏的。到了硬碰硬的时候，我向组织上已经汇报了诺亚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南方局也正在派人对广州方面进行疏散。你能找到剩下的那些毒气吗？
我需要一台能工作的电台和一个工作的地方。我来办。给我吧，谢谢。哎，你说他在那听什么呢？他都待一整天了。能不能小点声？他现在需要安静。你要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回房间吧。我不回去。我和你一起在这等。注意一下你的态度，我现在可是你的债主呢。船不但没到上海，竟然在这儿就被击沉了。是，上海方面，您的秘密电台已经不见了。还有，经过证实，尸体不是叶冲的，是宫本苍野的。什么？宫本的？看样子，这个叶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，我们这群人全都被他给骗了。连宫本都被他杀害了。还有佐藤将军，我们还能够找到他，杀了他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忘了，他是我从小把他养大的，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了解他的人。美军轰炸广岛、长崎，天皇向军部施压。叶冲，我在这儿。叶冲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我也知道，你一定会在这等我。叶冲，你长大了，本事也长进了不少，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，还要厉害。但是你刚才看到了一股白雾状的气体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病毒。你已经吸入了，在头七天，人会出现头痛、嗜睡、浑身乏力，类似于流行性感冒这样的症状。在这之后，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，直接攻入人体大脑，最后只能痛苦地死去。在我们的病理实验当中，最强壮的人只坚持了34天，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。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，你明白吗？哼，
你现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。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，在这34天当中，这两座城市里面的抵抗力量会渐渐地失去战斗力。这种病毒最大的好处就是吸入性个体致病，每一个中毒个体的病理病症都不相同，不像大规模传染性病菌会引来国际舆论的声讨，我们会悄悄引来一场完美的胜利。你彻底疯了，你说的这些绝对不可能实现的。为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种病毒现在的医疗科学是没有办法鉴定出来，更别说解毒的药。我们可以对外宣称，这两座城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，所以造成了人员死亡。不会有人知道，除了你和我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叶冲，你放心，你的后路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这是研发这种病毒的工程师在他生命的最后研制出来的解药，我已经服用过了，而且特意为你留了这么一小瓶。想得到它吗？但是我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联络你的上线和下线，让他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抵抗力量派遣到这两座城市中来。清泉，你知道吗？除了你所谓抵抗的力量，会有千千万万无辜的百姓都因为你这疯狂的行动而死去。你现在这种行为击穿了战争的底线，甚至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。战争中只有胜负，没有对和错。你是说我没有底线吗？是谁把你养育这么大的？我待你视如己出，把你和纯子养育成人。你这么说，你辜负了我对你付出的感情。感情？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你的一颗棋子，一直生活在你的谎言之下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感情？好，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流落街头，冻死饿死，而不应该把你从上海带走。你当初就不应该选择杀我的父母。不，我没有杀害你的母亲。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母亲会死吗？而且只有你自己最清楚，那扇门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给我，给我！不能这样。佳人，佳人，对不起。妈妈，叶冲，那天江月，你听见了，孩子就在门口，他年纪还小，他是无辜的，你得活下来，你必须让他也活下来。冲儿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在乎的，我会看着他长大，我会陪伴他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秒。江月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江月，念在我们两个相识已久的份上，我恳请你放过楚王。我答应他的承诺我都尽量去做了。难道你这些谎言能骗得了自己的内心，取得安宁吗？够了，已经够了。我一次一次地给了你机会，你却一次一次背叛我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。到了极限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
来啊！叶冲，其实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是不完全的了解我。这个计划从头至尾，其实从来都不需要你的配合，从来都不需要。你看，病毒已经在你体内发作了吧？你会经历漫长的34天的死亡过程。想做英雄很容易，那是瞬间的事情。可是当一个人知道他要经历漫长的痛苦死亡过程，也许他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我可以将这种病毒投放到中国的任意的一个城市，我想让你看到病毒在你心爱的国家蔓延，让你那些亲爱的同胞战友继续死去。之前在废弃工厂找到的毒气和我们预估的比起来，远远不够。对了，池大哥已经在处理那批毒气了，他从美国请来一位这方面的化学专家，可以对毒气进行化学分解，再单独销毁，保证一颗也不会落下。好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清泉突然死了，我有点不适应。小冲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清泉他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是啊。お嬢様、告別式は終わりました。午後には閣下と宮本少佐の遺体が共に東京に帰ります。久将軍からお嬢様も一緒に帰ってほしい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。東京も香港とももう私にとっては何の差もないわ。お嬢様、香港島に残りたいのであれば、自分と閣下の部隊が残ってお供します。いりません。まだや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ら、先に行って。父が死んだら、私の命令はもう聞けないの。
你这不像是普通的感冒啊，要不去医院看看吧？没事，只不过是感冒严重而已，嗓子发炎了。好消息，你之前确认的毒气的那些位置，我派人找到了。 春哥，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，我要见你。谁啊？是春子。春子代替清泉，调整了诺亚计划。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毒气是吗？剩下的所有毒气都在春子那。 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，春子。剩下的毒气在哪儿？是我自己太蠢了。你一次次的劝我远离这场战争，我早就应该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其实我有一点后悔了。 已经来不及了，现在完全来得及，完全还有机会重来。春子，你的父亲已经疯了，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。可无论如何，我们喊他父亲。春子，但我真的不想你再错下去。清泉上野的计划注定会失败，快告诉我，剩下的毒气在哪儿？ 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？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，都藏在这堆黑马里。如果你破解不了，三天之后，那批毒气导弹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发射在南部沿海，就会帮我完成父亲毕生未完成的心愿。 这是我作为女儿最后的忠诚，春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。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。我现在唯一有的，只有这些毒气，还有仇恨。
电台已经停止发报了。那这么多的黑马，咱们应该如何来翻译？会不会是唐宋新选？用唐宋新选根本就翻译不出来。纯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呀？他不会轻易给咱们留下答案的。只要能判断出分支电流的强弱，就能确定假信号的位置，只不过是需要时间罢了。这是什么？每一行都缺一个数。我知道了，数独游戏。没错。这些字看着像坐标，但是怎么确定它的顺序啊？按照时间。这个坐标是在香港海域，他们不是打算从上海到广州登陆。纯子调整了诺亚计划，他的真正目的是和全香港的人民同归于尽。小川，准备轰炸。好。一初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医生说了，只要你醒了就没事了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来，小庄，我睡了多久？你昏迷了整整五天了。天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诺亚计划已经被我们彻底粉碎了，日本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，日军也从香港完全撤离了。叶冲，我们胜利了。真的？对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
你是没看到啊，香港上空啊，来了十几架战斗机啊，哇，那个场面浩浩荡荡，把那个日军打得落花流水。小庄，我现在要去延安。去啊，肯定得去。前两天啊，何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他在延安非常好，等你这几天把身体养好了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留下来跟他们庆祝吧。我之前答应组织了，任务一结束第一时间要去汇报工作，而且何英也在那里，没道理不去。我发现啊，自从有了何英之后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地位啊，是一天比一天低。行，去也行，但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叫上大家伙，咱们一块儿吃个饭。可以，但别跟他们说我要走的事情，我怕告别起来太麻烦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去叫大夫啊。哎，那玻璃小心一点啊，菜好了吗？客人马上就到了啊。喂，问一下厨房菜好了没有。锦香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呀，说什么？你钱还没还清楚，说什么？快点，人都快来了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就是来还钱的。不够啊，还有利息呢。我现在就这么多了。那不算，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利息了，一起再还给我啊。哎，干嘛啊？这个行吗？这能当多少钱啊？一辈子行吗？说什么？您再说一遍。一辈子。我听见你说什么？一辈子。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你这病怎么老也不见好啊？要不你等我两天，我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完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是还能在延安会合吗？潮落将晖，多少梦碎，故人不悲，魂难归。我看见江山被铁蹄踏碎，每一点微弱烛光的憔悴。我听见故乡歌谣在耳边，又像是在天边，战火纷飞，雪花飘坠，遥不可及，轻轻飞。下一站是哪儿？马上要到郑州了。谢谢。
这封信时，你应该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，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，所以我自私地帮你做了决定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，我从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你就是我的太阳，我必须让自己的太阳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发热。你答应过我，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。在任何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你都会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好好生活。烛火摇夜色铺张人